阿福啊，你还在读书啊？是啊，阿姨，我已经读大二了。阿福啊，读书好啊，上了大学有出息的。阿福啊，我以前啊认识你妈妈，你妈妈都那么漂亮，你和你妈妈一样一样漂亮，你看这闺女。阿姨，你认识我妈妈？是啊，阿福，我认识你妈妈，我跟你妈妈以前啊是同学。真的吗，阿姨？是的，阿福，我都没有见过我妈妈，我妈从小就去世了。阿福啊，你这孩子真懂事，以后啊要好好上学才有出息。阿姨，你渴不渴？我去给你倒水喝吧。行。这女儿都那么大了，哎，跟她妈妈一样，长得漂亮。阿姨，来喝水，小心烫。烫啊，阿福。是啊，阿姨。阿福，怎么了，阿姨？你妈妈长得一样漂亮，我的脸，还你的脸，我的脸，要不是你妈长得漂亮，你爸怎么还不会忘了她呀？我的脸，哎，这女儿啊，出去一年了，也不知道去干嘛了，也不跟家里说一声，哎。闺女，你回来了。爸，你这一年你去哪了呀？爸，我这一年我去韩国了。什么？你去韩国干什么了？还不都是因为你领回来的那个女人，她用热水烫我，让我毁了容。什么？她竟然这样对你？是呀，爸。行，等他回来啊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大狗，小丽啊，你回来了。阿福，你的脸不是烫伤了吗？现在怎么好好的呀？没想到吧，我的脸又恢复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去了韩国，我这一年终于把我的脸恢复原貌了，都是因为你这个狠毒的女人。小丽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用热水泼她的脸啊？大狗，我什么我？滚！我真的没想到你竟然是这么恶毒的女人，赶紧滚，滚出我们家！女儿啊，那个坏女人已经被我赶走了。女儿啊，对不起，是爸眼瞎，找了一个这么狠毒的女人。以后啊，爸在家会好好照顾你的。爸，喂，小张，什么事儿啊？哦，我忘了。行，好嘞，我马上到。先这样吧。我出去一趟。二狗。干嘛呀？你出去干什么？我同学聚会，我出去一下。二狗，你同学聚会，你带着我，你看，我好久啊都没见你那些同学了，还是结婚的时候见到他们。我说你干什么去啊？你看看你打扮这个样子啊，跟傻子似的。我带着你出门，我都嫌丢人。二狗啊，我穿的破。还不是为了给家里面省钱，你说我要是花钱大手大脚的，我们家能存到钱吗？我要是不会过日子，我们家肯定过得不如现在。王阿福，我问你，咱们家缺钱吗？啊，我缺个新老婆。
你看看你在家也不打扮打扮，跟要饭似的。二狗啊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我？我这个样还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家，为了我们的孩子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我？我做的一切全部都是为了你。土，你就是土老帽。你看看隔壁家的老王媳妇儿，人家跟你一样大，你看看人家穿的那衣服花枝招展的，看到我心都扑通扑通跳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呢，再看看你，我都感觉污染到我的眼睛了。二狗，你太过分了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我？好歹我也年轻过，我嫁给你的时候也是人人追，你说你现在怎么就变了？怎么对我这样？怎么对你这样？王阿福，我说你，你在家好好打扮打扮行不行啊？你看看你现在就是个黄脸婆。王阿福，要不这样，咱俩离婚得了，我省得看你心烦。二狗，你要跟我离婚，行，离就离，明天啊我们就去领证。别明天了，今天下午吧。行，就今天下午，你等着，我们呀、啊、民政局门口见。我先参加就同学聚会，你大家等着吧。杨二狗，我会让你后悔的。王阿福，王阿福，你准备好了没有啊？还离不离了？你叫什么啊？我准备好了。阿福，阿福，你这一打扮怪好看的。阿福，你今天怎么想起打扮来了呀？我这不是要去离婚吗？肯定啊，得打扮好一点，以后啊，我也不会为着别人活了。我自己呀、啊、要活出我自己。对了，你不是急着去离婚吗？走吧。阿福，我说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在家不好好打扮，这要跟我离婚了就打扮那么漂亮，你是不是故意要气我呀？二狗啊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啊就是一个黄脸婆老女人，我气你干什么？像我们这种人啊，离了婚啊就没人要。走吧，赶紧走。阿福，你看你，这样吧，阿福，咱们两个要不就不离婚了吧。不离婚？你说离婚就离婚，你说不离啊就不离啊。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个婚啊我离定了，你不离啊也得离。阿福，你看你现在打扮成这个样，咱们就不离婚了。离什么婚啊？咱们过得不是挺好的吗？挺好的哪里好了？你说说，这些年你同学聚会啊有什么聚餐什么的，我什么时候去过？行了，我在民政局门口等着你，你啊快点来。阿福，阿福，这叫什么事儿呀？